科学家们进行跨领域合作，带来改变世界的研究。当人们对食物要求越来越多的时候，这个领域就变成有那个 value。 简便败血症测试仪器的诞生，让病患得以及时获得治疗。血清里面这个 SPR2 呢，我们用这个酵素是可以100%正常的。我把我们的研究结果简单化来解释给大众人知道。一门深入，星期日晚9点 Astro AEC 及 Astro Go。